哎呀，谢谢。谢谢莹。走走呗。哎。哦。哎呀。真正跟你讲啊，这个。你就是拢唔听话，是过早是过早，好我用的。啊，即摆去迄鬼门关头前行一撮，你欢喜干嘛啦吼？哎，行啥？哎，行路我那无爱烦的。看下我讲我啊一个代志爱做，朋友甲留住遐，无我甲伊拼命。嗯，帮我等下。我看根本就是严董好心，才敢放你回来，因为人知影你才结婚尔，让你回来好好享受一下什么叫做新婚的生活。新婚的生活。嗯。哦，干爹，你是唔通阿公你袂记安尼？是你伫个病房内底，亲身伫个结婚书约顶面签名哟。妈，无啦。这款代志我哪有可能放袂记？是讲，规个都安尼完成啊？当然要完成啊！为着赶要让你动手术，福建事务所的张主任特别走来这，替你甲阿姨登记结婚，安尼才会好阿姨签手术同意书啊。结婚书要签你啊？嗯。手机嘛挂起来，你别反悔。真正有影，是讲我这过程拢跳过人过啊。比如这手机我也是无多亲手把你挂起啊。哎，那有啥要紧？伟林哦，前面已经煮正饭啊啦，你哦乖乖认命，你心当袂记哈。我朱丽萍咧讲酒厂的功力是足强的哦，所以这些人你拢爱跟我白做伙，跟我念条条，你变想要逃跑。哇，你大家拢有听到？即马吼，我的生死就掌握在你的手里啊，所以以后我真正袂用遐凊彩哦，一定要想起着啊。知就好，所以从即马开始，你就爱乖乖听我的话，爱多伫个白。好好啊，教我重用，唔准是过趴趴走。啊，若无，我就甲咱同家家伙请出来，来得个够死死。哦，看阿公过来，咱安尼哦，甲阿妈应酬应酬，身体应该好真济哦。啊，人讲幸福是吵吵闹闹，啊，因两个哦，大刚咧打嘴鼓，感情会愈打愈好。是啊。哎，有影啊，委屈你啊！也是干爹，你也唔免感觉遗憾啦。过节嘛是上重要的，上加重要的是还有一张。我知了，你过去人生所欠缺的迄一半，今嘛都已经完完了。妹妹啊，我永远袂阁辜负你。我嘛感慨，问题是今嘛小雨啊，伫内面啊咧受苦，我敢会当为着我家己来放伊一人在咧吃苦？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办法。阮这即马甲江中年咧做伙，我想讲，若是请阮妈去甲阮这拜托，请伊伫个江中年面头前替阮要讲几句好话，请伊帮阮要刷，毋知有效无？阮阿伯对我拢无带念情分啊，伊敢会听阮心明的话？阮心明，要慢条阮进情啊！我看你的状况，你绝对还搁咧气愤，所以就算讲我现在对伊落软，伊嘛不一定得到啥个。阿哥，哎，不行，我给他存这个办法。
管怎讲啊，浸头方法是上有效的。那你有小等的时打电话吗？我早就讲过啊，你一定会来找我斗三工，真正叫我讲到寸寸寸啊。是啦，真正拢和你讲对啊。我是为我过去对你歹下手的代志，向你发失礼啦。哎呀，不过这，既然你即马愿意见我啊，那恁是不是会当拜托你，替阮去江中人的面头前，甲阮讲几句好话，请伊手洗牙关，帮阮摇刷，好不？是啦，志敏啊，即马哦，干那会当靠你啊啦。啊！你是为会当靠近江总裁的人啊，拜托你啊，好不？人拢伫咧讲啊，查甫人掌握世界，啊，毋过查某人掌握查甫人，要长久你即马，有法度掌握江中人，确实真无简单。配合你，只要你讲几句话啊，就许。改变整个局面，你敢有法度证明讲你伫江中人面头前确实是有你的影响力，给阮大家看。因爸给我，你用这种法，就想要爱我甲恁斗三工，敢有这么简单？好啊，那呢先跪落来，对我磕三个头。然后先家己两个嘴皮。你即马是超哥要共糟蹋的，对，我就是超哥伊要共恁糟蹋的。过去我去用糟蹋的，比即马也搁较侪滚啊百倍。我只是讨一点仔回来尔。阮干爹打动完手术，身躯顶还搁有空水。你要爱阮先水皮，爱阮贵，那内拢由我来做，我做上头的。姐，得说完，阿弟嘞，你别太阳嘞，你是你亲生妈妈嘞？什么亲生妈妈？我也不认伊啊。好，我跪。真是啦，我甲你跪，你真正唔叫报应啊！破坏人爸仔囝亲情，佮叫人去欺负家己的客仔囝，结果即马这两个到即马佮遮尔啊友好哩。看到你这励志的典范哦，我就知影，歹人袂有报应，我是惊啥？但阮即马跪啊跪啊！怕怕，那你是不是会当拜托你照片照镜，去替阮甲江中人讲一句好话？
哎呦，真正是人歹看面就知呢。我什么时阵讲过，只要恁规落来剩家己的嘴皮，我就会去从人面头前替恁讲话啊。你拄只大意的啊！拜托的，是你讲我爱恁做啥，恁拢愿。啊，我就问讲，是不是真正我爱恁做啥，恁拢肯做？你就点头啊。我就开条件，所以我就爱恁规落来，剩家己的嘴皮。就算讲我爱恁大家拢做到呗，我嘛无讲只要恁做这个代志，我就会答应你。好啊，今仔日看恁变高人哦，我嘛看了轻松。我答应今日要记你，只是为着要找一点仔趣味来打发时间。你会当走啊？安怎？敢想要动手啊？你莫袂记哩，恁今仔日来的目的。等一下，我若是面红起来、肿起来，我等于甲厝人斗几句啊。陈长生爸仔囝的后果，可能比即马搁较严重。我已经对恁真客气啊，恁莫毋知好歹。你哪样对待家己的亲人，这样无情无义？陈长胜啊，你不是讲万金玉伊的战斗力真高，真够跟人打嘴鼓？我看伊今仔日的功力哦，直接去用封印。迄讲来讲去哦，拢是迄几句，嘛无感动，嘛无杀伤力。敢会是你规家伙啊拢落座啊？所以连你客查某囝的能力？拢直接过零啊！那安尼哦，你真正是有够衰，你也是讲去出去，你莫搞带衰掉呢。想带衰掉，想也唔知。我现在较惊的是，你的客兄工厂里又去带衰掉。新兵啊，迄医院的态度拢已经改变了呢，你是安怎到今嘛，又搁唔肯悔改呢？那个空的哦，我已经无想要住啊啦。你若是想要爱，你随时都会当带转去吃啊。啊，若无疗养院那边，我嘛会当把监护人的名改做恁的名，以后伊跟我就无关的。这你是安怎？莹莹呢？伊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嘛是你这世人上较要紧的人，敢不是？是啊。敢讲啊！你的巴肚内有江中林的囡仔，你都无爱伊伊来哦？我平常跟恁解释啊啦，若是无啥物代志哦，恁就顺行。我要找一下我的空气清净剂，把恁的煞气还佮衰气啊，拢清清的。有急事，赶紧去那边。什么啦？啊，莹莹在疗养院，那规定袂当用手机啊，伊哪有法度传简讯给你，佮约你出去？你看唔对啊啦，这只是我一个朋友，伊佮莹莹叫同名的啦。